Come on, come on.传师，中午好。鲜活，鲜活的代表，没有错。因为呢，天不野，地不低。那么呢，贵体性也先贵，因呢，百货不在人间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每一位拢是鲜活的代表。哦，人讲德不逢人，啊，但是人缘丰德。所以各位青年人，你会知啊，九点开始献强加这时阵，诶，所有的节目，哦，拢是爱感恩着教会师弟。也要感恩到咱啊，梅香姐以及咱啊所有的志工，伊的七位，咱今日才有这个圆满的这个110点的回顾。那么当然，伫咱这个回顾的过程内底，互咱了解，啊，就是讲，凡走过，凡也必留下痕迹哦。所以讲，咱今日耐心，跟咱力，咱力量，跟咱的时间，咱精神，放伫啥物所在？你绝对会留下你的魂影。那么你这一年内底，我怕对现在高点还是现象，我怕有一个感受，我各位真会着，叫看会着未？有未着？我怕唯一的感受叫做啥物？叫做幸福。那请问各位真会代表，咱今日有幸福无？西方非常的幸福，虽然现在足寒哦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怕开汽车啊。有七点我就开汽车嘞，爱等伊爱买物件，爱等照顾妈妈，甲妈妈安搭好势，互我开车会当来吃。那么你这个过程会使讲非常的寒冷，可是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为什么会当有幸福？天父赐给的加味。那么咱培养天父的应许，咱今日正有这个福报。那么咱先不甲咱讲，幸福是啥物？是态度。伊毋是目标哦，你若大家拢讲啊，我要幸福，我要幸福，我只要幸福，上天赐我幸福，上天敢会当赐我来幸福？无可能，就是咱的态度。啊，啥物叫做态度？态度就是咱的能量哦。态度是目标，就是咱幸福是目标，是种态度。那么态度要安怎会当有这样幸福的态度？不过是啥物？咱的心境。只要你若转一个心境，像这个小朋友。以前的天真无邪，各位先生，咱敢敢来遮听？我无，因为主持人也无甲你介绍，你唔敢来啊。嘿嘿嘿，无甲你邀请，你嘛唔敢来。但是呢，这个弟弟是咱梅香园的个孙啊，吼，伊会去即姑姑，因为姑姑兼主持人，伊就有这个观念会当来。所以天真无邪，伊拢来遮看啥？看仙佛。伊遮看仙佛嘞，又因想个仙佛，但是伊天真无邪。诶，这心境内底，你是看得到仙佛的感受。你伫先，请问你敢有看到仙佛？没有。哈哈哈！这个幽微的，你就不敢讲啊。所以讲，今日各位姐妹，咱今日要幸福。拄则啊，为咱会知啊，目前的人甲咱注意的，疫情的关系，不管偌严重，咱今日拢都会看得有关，对不对？今日伫桃园已经三级啊，三级的警戒。哦，当然这是来
无可厚非的是讲吼，汤医生吼，伊疾病啊，不管伊等来是等来，像我个弟弟等来吼，爱隔离14天，我发觉讲啊，最终啊，你伫遐隔离14天，你要安怎躲过这14天？个前伊讲我了解，啊，我就刚刚也是看电视，看小说啦。我讲阿姨，应该我爱给我经典，来让你背，我摕一本就做大经。我熟悉哦，所以讲，伫这个疫情的关系，伫国外两个人使讲非常之济。为什么国外吃到老人胃，就来倒来到台湾？因为台湾是伊的故乡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讲前面咱今日透过台独的宣传，咱每一位拢透过民主制，使咱的人性，了解讲咱人间要安怎如何回顾家乡。但是伊有赐咱一条公民的路，啊，因为何况嘛是啊，前面点乱说吼，代理替代理人事，所以呢，伫何况啊，办在过程内底，深深的这体会，嘛深深的体悟，如何讲赐咱一条公民的路，伊咱无见到咱的哦，一直中央会，还是支持保量，民众收一点支持保量，而且过程内底赐咱一条公民的路。但是伊要算咱一条修行平坦的路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伊修行的过程，我30年，伊年拄我30年，所有30年一步一开行来，过程有辛酸苦乐，对不对？嗯。有足济足济感触，但是到即卖的30年来，吼，他逐工逐工行用啥物一条路，幸福一条路。各位前辈，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只要你的心内要专念，你的命运就不会专念。命运若转运的，那么伊就逐天你拢会感觉讲我啦，逐天拢在做。啊，今天我一个前辈遮，哇，就是遐进行式啦，哦，伊拢有时会去互我遐，啊，伊拢会甲我讲讲哦，啊，你家你明白哦，两个哦，都爱会晓，一个会晓感恩，啊，一个会晓平息。啊，好，我甲讲，阿姨是，恁两句外好，伊会了解。但是我感受讲，其实伫咱遇到了后，咱大人遇到了后，咱重要就是要实现啥物？咱思考老内面的德化家庭。那么咱德化家庭了后，其实伫咱个人家庭每一个生活内底，甚至甲咱的职场、甲咱所有的社会、所有的世界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幸福。为什么咱的幸福来自于啥物？咱的因缘果报，是不是安尼？嗯。啊，咱的因，咱就正善因，你拄到的因，就是拢是善的。无可能你正善因会拄到不好的，哦。因为呢，咱正善因，伊就带来我。那么，咱拄到的果甲报，就必拢是善的。这是无法亲身的体会啦，吼！只要你逐天拢有来互相，那么来遮要做好因，拄着好缘，要得着果报，好的果报，靠啥物人？靠咱家己。所以呢，吼，拄只咱红点的书，一直甲咱呼吁，每年都有办一个传一个。那么来吼，他呢，你讲，我们是刚才主持人有说哦，我们两位点的书是鲜活的代表，对不对？来，互相哦，报告好消息过来。咱对初一，农历的初一甲初五，爱啥活动？啥物活动？有啥活动来？点到半刀，互阮头前两个文理组长甲阮哦，开化局长讲上大声，有点到跟半刀。那么各位先生，点到半刀是咱人才设定的活动。那么有当在求得无是靠啥物人？靠大家，不是靠点传师哦。哦，啊，像后学是轮到初一、初二，后学为人家轮到黄金，啊，后学又轮到初三，哦，啊，初四又轮到考点传师，初五又轮到我，啊，初六轮到你，初七轮到我，所以呢，而且我们两个点传师轮了5天。嗯。后学初四要，我前是爱你认定。哦，所以呢，而且初一甲初五嘞，吼，互相教阮连环师们是最忙。
但是阮无用，伊是咧无用啥物，而且会知影八点啊，只带伊来五十点。如果咱各位前线的拢无传来，台湾的阮电话是要直接通啥？甲人才上下的人才在收上，所以呢，而且符合啊，先困的，跟各位前线拜托拜托，这是咧拜票啊，不是叫你来咧选举咧综合区哦。我甲咱拜托是讲，初一甲初五，财神、老阿妈、阿祖、阿公、阿祖。厝里来孙啊，过年在来佚佗，哎，你听呐，带来求道。你是为虾米要甲咱的祖母孙啊带来求道？比分红包哦，伊较好。这是我爸的体会，因为你家来受人受一子命后，先去来付钱，规地位开工哦，先去来甲咱付钱呢。咱济公老师讲道华，我会无说讲道华的规定。伊会甲咱比喻大事化小，小事化哦。所以天老师伫后壁，出来考过来时，伊会甲咱讲：弘扬化解，固然天上。这毋是徛伫遐迄个素人，还是洪清兴先生甲咱讲，是代理名师甲咱代理咱济公老师所传予咱的三宝。那么这三宝，你看哦，你用钱甲买着三宝，买袂着。但是你今日带你的孙来拜拜，佮佮咱高情，你着爱甲高情来拜拜，因为来拜拜对伊有好处，而且对咱阴祖先，咱拜一道种丰富的年夜饭，祖先也无甲咱食，只是咱感恩于咱过去的祖先哦，创。做咱这个家庭呢，互咱会当延续。那么咱今日带咱的囝孙孙来游乐、来拜拜、来佛堂受佛光的保佑，这是互因上盖好的礼物。用尽方法都爱甲伊带来游乐，所以呢，互他啊非常啊辛苦啊，不是讲辛苦啊，会使讲呢啊满腹的这个心情呢。啊，足恳切的心情，唔知要安怎来表达哦。只有呢，就是讲，啊，咱建议在座的各位前辈，哦，厝里厝边隔壁也好，厝里的孙仔也好，对建议开始想要用啥物方法出来引导。对，会知影是八点、九点好啊，哦，九点到下晡四点，哦，电暖师甲咱的人才拢伫遮呢，准备咧等啊，无管时间，而且在咱厝里才用餐。哦，出来遮用餐。啊，若如果讲啊，咱毋知要甲啥物人讲，会当甲咱个因师哦，就是会招咱个一般个人才也好，组长也好，领领嘛好，甚至甲电传师讲嘛好，哦，啊，就是会当个互相做些统一。啊，这是何项个原因？互咱最好最好一些祝福，哦，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过去代表，咱逐天都会当抱着非常幸福、幸福的心情，哦，过着咱应该过的日子。啊，亲像我爸妈妈的，会知亲像嘛，关心我妈妈那个啦。哦，今年八十七岁啊，今年八十七岁，明年伊就八十八岁，哦。啊，你这过程，互我啊，伫照顾伊过程内底，深深的体会。每一件代志拢爱趁安怎，趁笑的。趁咱会行、会走、会讲的时阵呢，爱善用咱短暂生命。确实，咱用短暂生命要创造啥物啊？创造咱慧命的延续。因为咱的慧命是非常重要，生生世世就是要创造咱的慧命。啊，若有生命，定时要回来拢无用啦。哦，因为定时要回去上天去解。人讲注射，不是注射，就是来注射啊，迄无足用啦。但是当然，伫咱慧命延续，是咱今年咱即世人呢，啊修行学道，咱今会当来求道，会做咱前两个，都前两个咱自己的有道有术啦。真是咱的中华人心，那么中华人心，因为咱即摆多传八十一个国家，多传世界各国。是中华，是即马即中华，应该是叫做啥物？只要有人咧传道的所在，叫做中华，还是？
所以讲，咱要搁真多人吼，人事搁难处，但有诶，即个过程内底，咱拢来化作非常简单，哦。啊，咱即摆要带咱囝囝孙孙来入道，只要咱喙若开，啊，着安怎？着亲近大堆，吼、哦！啊，脚若行，着亲着一山吼。哦，即阵疫情的关系，咱伫咱南部拢无问题，哦。你若像即日桃园，你讲我原来恁兜风亲南部，人敢会接受？哦，我有惊死，伊是咱囝，伊都比咱较惊，哦。所以呢，啊，而且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。各位先生，记得幸福，知不知？啊，来幸福，对我讲一句，幸福，幸福，不是目标，不是目标，是态度，是态度。哦，转换我们的信念，就会有幸福，好吗？啊，借着今天的，借着前面的机缘呢，我看看，就让大家啊，各位兄弟姐妹呢，都会当。日日幸福，时时幸福，不管什么时阵，拢要追寻的幸福。但是呢，你要幸福，你就要透过啥学佛，学佛的正理正见，有法当转念，才有法当幸福哦。每一工要珍惜，要感恩，要互相尊重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感谢两位支持班前。